最后十秒钟，好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把牌子拿起来。好，送心礼，请打开。我注意有十字架哦，那教堂哦。哦，现在还不能说话哦。哦，那是牛吗？啊、不能问牛跟羊。哦、牛，嗯，我当然是看他。注意看哦。画的。双手，双手，双手双脚啊？双他应该没有双脚嘛？我看两只脚，只有两个脚。哎，只有两只脚。哎，很惊讶。王莹的，请打开。好烂，我超丑的啦！这是什么？我的妈！动物上的不能再问了哦，是怪物上吧？在动物上，范一文，请打开。那是猪啊！哎呀，鹿，那是鹿豹。你是不是有没有看过土鹿？没有，不能不能问。懂我的话，土狼知道吗？他刚刚已经讲出鹿了。看看我的就会知道了。哎，看看你指鹿为马，会手指头啊。哦，而且他故意画的不像鹿，你还是怎么样？我的很清楚。指鹿为马，我的像鹿吗？对，鹿。然后有一只狗吊死的，这是熊。这学问就大了。是熊吧？熊哦，不对，不是熊，是老鼠吧？《鹿鼎记》。你们不能再说了。鹿子谁手？对，鹿。干嘛？死掉。你确定要这个题目吗？对，鹿什么什么手，鹿死谁好谁请对。那再给你一个机会，那个我的，那点哎呀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鹿神也是死掉，也是射掉，然后好自强。鹿死谁手？对，你不能对不对？问他的表情，我确定，你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再给你看老师的，好，老师。两个人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吧，对，入怎么会出现两个人？有，还有刀子哎，而且他的人，你有没有继续看看？对，再看是谁杀的，谁杀的鹿？哦，谁杀的鹿是吧？对，不是，杀鹿在场，鹿啊，鹿死谁手？对，请问答对没有？什么玩意儿？土狼，然后一只吊死的熊，这个太可怕了！这怎么会是鹿死谁？怎么画？你怎么画？两只手啊，然后两个鹿看都死掉了，又是这是鹿吗？对，是鹿。天哪！鹿死谁手？那可是十字架是死的，那谁的手呢？就谁的手啊？